凌迟小心里，哭声震心碎。胸背都生咗肿瘤嘅金叔一岁女童黄心蕾，上个月28号喺北京进行切除肿瘤手术，不过苦痛冇因为咁而离开佢。现在孩子情况不好，他做手术的那块现在是全部已经烂掉了。上星期三，医生将腐烂嘅表皮剪走，由于唔能够用麻醉药，医生就好似古代嘅凌迟酷刑咁，逐块逐块皮割开，小心蕾痛到一度晕低添。而家伤口仲慢慢腐烂紧。每日都要换药，每次换药小心蕾都震，触及伤口的痛楚喊到全层病房都听到，真是闻者心酸的。好彩表现坚强的小心蕾换药之后还懂得笑。其实小心蕾先天就患上血管瘤、淋巴瘤和脂肪瘤，她不单止在胸口的肿瘤越来越大，右身和手臂都有巨大的肿块，连手指都不例外。有好心的市民、网友和慈善基金都齐撑小心蕾，先后筹到60000多人仔帮补医疗费，而医生就建议小心蕾要做植皮手术，减轻痛苦。可惜的是，佢一家已经争落超过15000元的医疗费，冇力再负担，令植皮手术变得遥遥无期啊！